一朝早个天都未光晒，唉，小头早。而家时间系朝头早6:10，比原定时间迟咗10分钟出发。Hello， 主播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今日咧，准备揸车揸大概4个钟头，咁啊出发去新息园。我唔知道边一条片会出先啦，咁但系咧，我上个礼拜咧，即系我拍呢条片嘅上个礼拜咧，我先至去完新息嚟。咁但系我今日咧就揸车上去，咁啊预计要揸4个钟头前后啦，大概300公里。咁我已经迟咗出发啦，所以咧废话少讲啊，我哋行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咧揸车就揸300公里去，就300公里翻屋企啊。咁但系我哋就唔会强行自己完全唔休息咁样去到揸呢300公里嘅。我哋会行下停下，行下停下，咁啊去到啲休息站咧，就会停一停车咁样。咁我哋而家暂时目标咧，就去到第一个嘅休息站，就停低架车，就食早餐先。因为其实咧，我老婆帮我准备咗啲早餐啊，啲零食啊之类。咁啊，其实我未睇里面有啲咩，咁所以我哋去到休息站嘅时候咧，再停低架车同大家睇一睇，里面究竟系有啲乜嘢喺度。好啦，我哋到达咗第一个嘅休息站位。咁呢一度咧系非常之出名嘅海老明 Expasa Surface Area。咁喺高速公路上面咧，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嘅。咁咧，老婆准备咗嘅爱心早餐、爱心便当，睇下啲咩先。有好多嘅零食啦，煎饼、虾饼。喂？竟然有京都念慈庵咁有趣，啱晒我啊！我喉咙痛又咳又剩，喺边度揾翻嚟嘅究竟？跟住之后咧，喂，黄老吉都有，咁犀利，有水啦，有几个金，跟住有啲可以啜嘅 quick energy charge， 有咖啡，跟住仲有咧，呢、這个应该系我最爱嘢啦。哦，冇错。是我最爱的 Spam Musubi， 里面是午餐肉来的，午餐肉加鸡蛋的 Spam Musubi。 好啦，咁我预计我喺度食个早餐，饮埋罐咖啡，去一去厕所，跟住之后咧先再上高速公路。咁但系咪都应该俾大家望一望出边呢？我去俾大家望一望出边系点样先。好啦，这个海老明 Expasa 咧，系喺呢个日本嘅东明高速公路上边，系非常之出名嘅一个surface area 嚟嘅。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记，因为而家係朝头早7点钟都未到，6点半咋嘛，我行咗10-20分钟。所以呢佢係咩铺头都未开嘅，应该我諗。諗里面呢平时正常就应该係唔係个 coffee shop 开咗喇。咁有啲嘅铺头啦，好大个嘅食堂啦。佢呢度上面呢仲有2楼添嘅。咁二楼呢就係一啲嘅賣精品啊，賣剩啦。咁但係主要都係呢嘢食就為主嘅，咦唔係喎，有啲餐廳都開咗噶咯。不過因為我有愛心便當嘅關係，所以我係食愛心便當嘅。PK 啊，攞一落車，唔見咗自己部車添，我部車去咩？我部車啊，揾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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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啲以為唔見咗自己部車，喺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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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早餐時間，食完就行啦。スタミナもあります。この領域でございます。ま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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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と調整になりながらも攻撃を仕掛ける泉谷、そしてそれを耐える丸坂1号でございます。